高雄一位无业的单亲妈妈日前疑似独留自己四个月大的女儿在家饿死，被依涉嫌杀人罪遭到收押禁见。上午女婴的尸体也进行解剖复验，要厘清死因。而这名妈妈也到现场，根据了解，她疑似曾经说过自己养不起两个女儿。在案发之后，女婴的生父也向志工透露，妈妈当初不顾反对把孩子生下来，听闻女儿的死讯没有多做回应，更查出这名生父似乎另有家庭。为什么会把孩子放在白天让他活活饿死啊？涉嫌杀人罪遭收押的陈姓单亲妈妈，26号上午在警警陪同下现身殡仪馆，检察官随后也抵达，要解剖相验女婴尸体。21号晚上，陈姓女子还在娘家出没，当时她抱着1岁半的大女儿，但另一名4个月大的小女儿疑似正被她留在租处孤独饿死。还原整起案件，陈姓女子供称，15号晚上喂完小女儿后，就到娘家要照顾生病的大女儿，期间疑似都待在娘家。等到她23号要将大女儿送到托婴中心时，才透露小女儿死讯，到底死得多久，死因为何，女子全都交代不清。她说啊，她现在单亲，没办法养抚养小孩子，想要小孩子送给人家领养，对，主要没钱可以养小孩子。陈姓女子二度未婚生子，外婆在她生下第二胎后要她负起当母亲的责任，才和小女儿搬到租屋处。她曾和亲友透露，自己一打二养不下去，也想过要寄养。社会局5月将她列为脆弱家庭，前后补助超过11万元。事发前两周还有社工前往访视，没有发现任何异状。里长和邻居也屡次给予金援。案发后传出，生父也透露，当初陈姓女子不顾她的反对，坚持把小孩生下来，知道女儿存在但没有往来，听到女儿死讯没有多做表示。调查后更发现，生父似乎另有家庭。哪有妈妈狠得下这种事？邻居说，陈姓女子工作不稳定，疑似用钱观念差，长达至少8天时间不闻不问，仿佛没有小女儿存在。现在除了要查明死亡时间，也必须找出确切死因，理清真相。记者高雄综合报道。